介绍有公益活动的消息。嘉义家扶中心将要在4月23日举办“用爱包围听小囡仔儿童保护爱心园游会”，邀请经济弱势家庭1090户、1983名的儿童以及少年参与，希望结合社会各界善心以及单位的贩卖、参观游戏、节目表演的形式，期待会当唤起社会大众对于儿童保护的重视，运用爱的力量包围之下的每一位。囡仔拢会当平安健康的大汉。嘉义家扶中心伫个4月23日，就由嘉义市立棒球场停车场来举办一年一度爱心园游会，希望汇集社会大众的力量，用实际行动，让受力力甲弱势儿童、少年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园游会出无两礼拜就来到，但是还阁有8000多张的园游券等待大家踊跃来领买。每一张名额100元，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、团体甲企业来合作。那一定的园游券呢，大概要12000了，但目前还缺很大哈。那希望民众来支持这个活动。那这个活动内容里面呢，我们有除了儿童保护的宣导以外呢，我们还安排我们的经济弱势的家长，他们有做一些所谓的爱心的义卖，来做一些体验的教育哈。那欢迎民众过来给他支持他们。我想民众的支持跟参与这个活动，就对儿童保护还有经济弱势这些族群最大的一个支持跟鼓励。那教育中心的期望大家一起来参与，用爱包围，做回来听受咱的囡仔。那准讲有意愿购买园游券，也是捐款者，会用到家扶中心来购买，也欢迎民众做伙踊跃参加园游会，为家己家扶、受扶利加油打气。谢谢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